老公，你在干什么？我跟你说，核桃打打底。不是，你怎么这么多核桃？什么时候买的？什么时候买？告诉你了。啊？怎么买这么多核桃？不是，你这人咋回事啊？怎么了？怎么一回来也不跟我说话，完就自己在这块儿吃完饭就过来刷核桃？那刷核桃怎么了？那你怎么不跟我讲话，就搁那弄自己玩儿？我怎么玩？我这是玩儿啊！那你不是玩儿在干什么？我就干活儿。刷了，赢死了，吵死了。刷就吵什么？别弄了，跟我说会话吧。我手动，我嘴也没动，你就这。那要是那样，你都不看着我说，那叫用心交流吗？那叫用嘴交流，那是用心吗？用嘴交流是不是心里边用心交流才能用嘴说出来呀？你这在那干不是啥？啊，这不一样吗？不是你咋回事？你现在哈，你怎么回事？你是不是咱俩在一起年头太长了？啊，人都说七年之痒，这都在一起17年了，咋的了？17年就不痒了？过到头了是不是？十七年没意思了，没劲了，你十七年就不痒了，不是吗？啊，你是不是没劲了？现在过的？怎么没劲呢？是不是在一起你多有十多？劲？啊，天天下班回来。下班回来就开始，不是玩电话、打游戏，就是开始刷核桃，要不然就往床上一躺。你说你现在都不用心跟我俩交流了，不跟我俩好好讲话了。以前天天回来打，跟我家黏我，现在呢，你黏我了吗？还，都你都多长时间没跟我好好说话了？父老妻了，黏啥黏？你个小孩儿你这样说啊！话，你知道尊重人吗？你都不看着我跟我说话，就尊重我吗？我怎么不看上你了？你看你啊，别刷了，有毛病！把它都撇了，扔。行啊，给我。你干什么？你干？开呀！你怎么？都说这个七年之痒，你说我俩在一起都已经17年了，这7年之痒早都过了，但是这几年这个人不知道怎么了，脾气渐长，有时候一说不对劲儿了，然后自己就跑了，跑到书房把门一反锁，自己就上书房去待着去了。哎呀，我现在也不爱和他计较，因为他前两年做过一次手术，有时候我就让着他点，我不想让他生气，不想惹他生气嘛。今天你看，因为啥？就因为这点核桃，又不高兴了。最近就开始迷恋上核桃了，一买哈就买一大堆，买一大堆的往回买，然后一说吧还不愿意，那就说他两句不高兴了，跑了，跑就跑了吧，我也不想和他计较，不想就是俩人争吵，等明天，然后明天的时候我问问他咋个意思。